你的体脂低吗？可以让我看一下腹肌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都可以啊，看感觉。看感觉、哦。相信你的眼光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柯。哦，什么工作啊？我们是 dancer， 高雄的 dancer。哦，什么团？尼亚斯女孩。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跳舞啊，逛街啊。好啊，给我一支带或电话。好，祝我好运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的女友对不对？还是我。真的、喔？我找到一个女生不错哎，跟你介绍好不好？你是选手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身材超级好的，什么选手？蜻蜓。你应该去演戏的。又壮又帅，怎么不去演戏？有啊，可能因为我戴牙套，可能等之后拆掉之后再慢慢尝试。现在比较尝试是平面拍摄之类的。你有在念书啊？我毕业了。你本来念什么？台中教育大学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还是现役，就是国家队选手。然后，所以我上班下班就是训练，然后台北有这种拍摄工作。对啊。天哪，很棒很棒，国家想要支持。去哪里看比赛？基本上像今年9月底，对对对对对，讲一下讲一下。9月底在那个桃园有全国运动会。那你练多久了？我练17年了。你的体脂低吗？可以让我看一下腹肌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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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耶！差不多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呢，在我的右手边呢是我们的小柯哦，啊，现在是女团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喜欢运动吗？嗯，我喜欢，我会冲浪。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阿用啊，183公分。那目前是国家代表队，未来想要接家业。那我现在数到3呢，我们就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预备，1、2、3 ，Go！ 握手握手握手，对啊，你看她的眉毛很浓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粗？她现在都在台中训练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忘记了。高雄。哦，高雄，高雄，高雄离台中很近啊，咱去台中表演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好啊。我上礼拜、上上礼拜都有在台中。你连续两个礼拜在台中表演。对啊。对，他连续两个礼拜在台中表演。哦，在哪边？歌剧院那边。在哪里？在那个逢甲那边。对啊，他们是女团，然后有唱跳。哦。他平常因为要比赛，所以他都要锻炼。是水上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健身房也会去啊。你喜欢冲浪？还有吗？潜水。你也会潜水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不怕晒哦？就是有晒黑，但也有白回来。很好很好，你看他这么黑，你就是要找这一种女生不怕晒的才。我已经算白了，之后会更黑。真的假的？要集训了。哦，要集训的。暑假要开始集训。加油加油！你敢吃寿喜烧吗？我最爱吃寿喜烧，亲近的就是要吃寿喜烧。真的假的啦？他最爱吃的就是寿喜烧了。你们兴趣啊、饮食都很像，来给他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对啊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这里在运动的啦，交换一下，来来来来来。那他们家是做大型机具的，他以后就接家业。啊，互看10秒，牵着。哇，你的手比起来好小哦。10秒，真诚真诚，3、2、1 ，Go！很好很好很好，好尴尬。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开心开心，谢谢。恋爱的感觉啦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我们打个分数好不好？9分。哦，9分很高，为什么会有9分？我喜欢他的眼睛，他有戴牙套，但他笑容也很好看，很阳光。阳光，看你这两天聊得来的，可以去吃饭。谢谢。好，我来问他。8分吧。8分了，有什么不错的地方？感觉他们有自信，可能是练舞蹈的吧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怕神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觉得他面对镜头好像也蛮自在的，还比我放松。
身材不错啊，感觉比例蛮好。舞蹈系的嘛。哦，对啊。舞蹈系的身材都不错。好，好，这样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哦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冷哦。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好，来。好害羞哦，好害羞，好拍张照，拍张照。雨滴滴答答的落，像琴键跳出我的心动。黑与白。分不出泪还是风，思念空了。